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花痴小妹，张老师，赶紧上东西。哇，小海星哎，嘿，好可爱！上次我见到过的海星都好大呢，像巴掌一样。嘿，这次见到这迷你的，觉得特别的亲切，好像是海星宝宝。嘿嘿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海星的肚子里面装着什么呢？哼哼，哎，这桌子上面太多了，特别的漂亮，我来把它捋一捋。哇哦，看我们的小海星呀，像列队一样站得整整齐齐的呢，多漂亮呀！噔噔，快看，哦，原来它的背面啊藏着一颗大大的糖果呢。嗯，我在吃奶呢。嗯。嗯，我是一个还没你们吃过的安抚奶嘴呀，我相信你们都吃过，对不对，小时候？嗯嗯，这个还是甜甜的草莓味呢，酸溜溜的，可好吃了。嗯嗯，这个红色黄色。我觉得，嘿，他还微笑着呢。嗯，绿色的海星后面是绿色的糖果。嗯，嗯，嗯，是特别清新的苹果口味呢。嗯，吃在嘴里啊，好像就在喝苹果汁一样呢，酸溜溜的。嗯。红的、绿的，哎，我可以两个替换着吃。嗯，吃吃草莓味道的，吃吃苹果味道的。好开心呀！看看我们的海星宝宝，嘿嘿，咦，迷你吧？嗯嗯，突然想起了那首歌，你们都会唱的，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嗯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嘿，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创意造型海星宝宝怪嘴糖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啦，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